想改变的就是现今的政治的形态。为什么每次只要讲到选举就是吵架，造成社会的对立，要么就蓝一边绿一边。我希望的就是能够给中间的选民白色有一个新的选择。所以在台中市的三位的席次里面，我主张蓝白绿各一席，监督市政公平又有效率。啊，刚刚的台下好有一个好像模仿我的，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是多一千，到底要上来看看搞什么鬼啊！我自己啊，在台北市的经验就是说，成功的翻转台北市的西区啊。那如果台东的话，就要靠这个徐乐啊，因为他的政见跟愿景里面啊，就是要翻转台中市中西区，让台中市中西区再度的繁荣。所以说，这种人一定要把他送到市议会，好好的为选民来服务，好不好？市长对台中市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我们支持卢秀燕市长能够继续连任。一定要把他送到市议会，好好的为选民来服务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要一步一脚印，把每天的事情做好，那我们只有这样才觉得心中的踏实。我有踏实的服务，踏实的认识，才有机会争取这一个席次。打造三环三道，结合中区、西区、东区、南区、北区，翻转旧思维，勇敢向未来。